再吃一点，这边呢，啊，这边我就最后了。这个要放在一个桌子上面。这个可以，他把这个去掉，可以把这个去掉，因为我们这是打那个短的呢，是吧？哦，这个送料来不及。送料也太慢了。这里送料的话，怎么调快一点？关住了。这是开，就是开那个这个，开这个送料的，它不开，它如果关住，它就不动嘛，对吧？你开过来它就动嘛，这个也可以关，这里打开最大范围。哎，这个开关是不是反电容感觉？啊？没反。这个应该是反的，应该是我们这个标志应该是这个在下面。嗯。哈哈哈。我们为什么它如果切那么长不能开快呢？就是说怕它送料跟这个接料来不及啊。那现在这里就开慢一点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开快了。这边呢？这边开的最快了，但是你如果拉一米，它可能有的时候会就。